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座购物商场前聚集人群，不过才几秒钟的时间，眼前一片又一片的玻璃帷幕碎裂掉落。商场局部区域开始倒塌，现场弥漫大量烟尘。所幸商场管理单位事前早有预警，提前疏散商场内的人群，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灾难。事发之后，商场附近的大路为了避免有碎片散落而遭到关闭，造成交通大瘫痪。虽然没有引发任何伤亡，但是有关当局已经封锁现场，并派遣调查人员进入商场内搜集证据进行调查。